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阿图什市是新疆克孜勒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。阿图什市素有无花果之乡美称，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，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，东连科平县，东北与阿合旗县相接，东南接巴楚县，南与嘎施县和舒布县相连，西邻乌恰县，西北与吉阿尔吉斯斯坦为界，边境线长129公里。至2013年年底，阿图什全市有维、柯、汉等11个常住民族，总人口25.4万余人，不含流动人口。经济以种植业为主，畜牧次之，盛产瓜果，尤以无花果著名。